秀林乡公所17号上午在太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举办了111年回乡之意公益成果茶会飨宴，期许可以打造在地原民文化与艺术创作。太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坐落在美丽的富士村，期盼可以广邀乡亲朋友们一起到馆来参观。花莲县秀林乡公所在111年12月17号星期六上午10点，并且在太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办理111年。回乡致意公益成果展茶会飨宴，秀林乡长王玫瑰、秀林乡民代表白世义、新科秀林乡民代表白静文、白秀娟、黄富祥以及富士村村长前往现场共襄盛举。我们会结合社团去推动，去培育所有的文化教育也好、文化推广也好、文化的保存也好的工作。那更在学校部分，学校因为有主流教育的压力，所以他们就要看各个学校是不是有在推动文化教育的可能之下，我们也是希望学校能够在整个课程里面去规划一些跟文化产业，就是我们的公益这一块能够去安排。所以这真的要谢谢所有的，所以像所有的机关、学校也好、社团也好，一直跟着公所的脚步，一步一脚印，让我们的文化能够生根，让我们所有的文化工作能够落实到部落去。感谢我们芝娘这些年来一路陪伴着玫瑰，对文化推动以及教育的坚持，我想我们的资文才会重现。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织布，跟20年前的织布是完全不同。如果你们有了解到，早期我们的织文都不见了，真的都不见了。我只有看到的是一个简单的菱形纹，就是这样子。它能够做到那个菱形已经不错了，菱形的整个百态，其实我们的菱形织布菱形太多种了。就像我们这次五大组织公开就是要争取那个我们的传制权这个部分，其实早期是都不见的。所以说这20年来，正是透过了我们的织娘，透过了社团，透过了学校，一直不停让它去重现。我们搜寻了非常多的单位，我们搜到不同的机关去搜寻我们以前的整个织纹，又到不同的家庭去搜寻了整个以前老人家留下来的一些衣服上的图纹，就这样慢慢累积。所以我很庆幸这样的努力没有白费，因为我们真的有成果。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秀林乡公所一直以来对推广太鲁阁族文化产业不遗余力。秀林乡拥有美丽的自然生态景观、丰沛的人文底蕴，他也相当重视文化的传承以及艺术的推广，每年办理各项公益培训课程，补助在地社团单位办理公益培训计划，培育秀林乡优秀的公益师，持续打造属于在地原住民文化以及艺术创作。太鲁阁族文创产业园区坐落在美丽的富士村，期盼能够广邀各位乡亲好朋友们前来参观。记者邱文雄报道。